阿宝，你一定要开展你旅程的下一章，有超凡的能力等紧你。哇！正义好快脆就会出现。两份正义拼盘啊，唔该。飞虎女，你碗面系咪要多汁啊？佢嗰碗要淋上。要淋上。要淋上。如果你只系做嗰啲你识做嘅事，咁你呢世都唔会突破到自己。我中意而家嘅我啊！你啊，都未知自己系边个。梦工场动画带俾你。我系嚟搵我个仔嘅。老豆，快啲过嚟揽下你老豆啦！我哋点知佢系咪真系同你有亲啊？你睇下，好似望住个哈哈镜咁啊！跟我回屋企啦。哇！我叫美美。你一定要翻嚟住下，重新去学习点样去做一只熊猫。好嘢！转快啲，转啊转！严沙，慢慢啊。冇嘢，我冇嘢。冇有怕。阿海翻嚟啦！边个话？折磨大师或者复仇猛兽家庭破坏者？唔识。算啦，我之前同胡贵拍住相。哦，胡贵长老，咪嘈。三月，你要拯救世界，我都冇可能阻止到佢。除非你都有自己一队军团，你连功夫都唔识，你可以教我哋噶嘛？我谂呢件事一定唔系咁易，掌握命运，我会变晒你哋做功夫大师。哦，中晒啊！全靠饺子，饺子中队就负责守住呢一度，等我指示。而阳春面中队就。就在这里。哎，算了，我都估到了。他就是命中注定阻止我那只东西。你不如放过我，不要这么长气啦。我一定要吸晒。长气。你的。长气长气沉气。长气沉气长气。你的。长气。梦工场功夫熊猫三。这套是西非里牛丝专尖甲啊。拉奇会怎样呢？试一下先。少少料，三月压爆大银幕。